Freedom。In English， 那我们就稍微用。各位同学上课啦！今天我们的老师，哇，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三的天才少女高保景，还有南韩的高球美女柳萧然。他们上周刚结束 LPGA 的赛事，特地多留在台湾几天，就是为了要指导台湾的小小高球种子。在裙摆摇摇逐梦杯明星教学活动中，两位美女老师用甜到心坎里的笑容分享比赛经验和击球的观念配包，然后也亲自下场一球一球细心的指导小球员。只有17岁的天才少女高保景与学员的年龄相差不远，这么年轻就可以有出众的成绩，让学员们都非常的崇拜她。而台湾的选手郭艾珍和李明也到场担任助教，共同学习世界球星的宝贵经验。有这么甜美可人的老师，我上课都舍不得打瞌睡了啦。喂，不是啦，相信经过这一天，台湾的新生代选手一定都是满载而归，学了技术也饱了眼福，继续往顶尖的高球世界大步迈进。Freedom.